狗，你要去哪儿？哎，走开走开，想要吗？给你啊，抢不到啊，拜拜。没爹没妈的野孩子还不如狗呢，滚吧滚吧。健身24小时健身房，看一下，谢谢。私教体验啊，免费试课。24小时私教，看哦，看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好，免费试课，谢谢。涛哥，苗苗姐说了，发完这一打才能让咱们回去，你赶紧发呀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嗯，咱们现在就在一个中档小区，前面天鹅堡国际，看一下，全是老外在出入，再往北走就是化妆学校。咱分一下吧，马云。嗯，咱分一下。你去化妆学校那边，妹子多，招得住。啊，我去天鹅堡国际。你赌富婆啊你？你不知道天鹅堡国际中心有高级的健身房，怎么可能来这里啊？那也说不准。那我也去。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守着那些买菜大爷大妈啊，发展发展他们。走吧，咱。拜。不。木星健身房24小时，大家看一下。美成这样，就算遇到楚天齐也不怕。第一姐。哇，你这是去参加活动啊？大哥，老三，老三，这只好像跟我上次喝的那只不一样。不清楚，小姐，您上次喝的是哪一种？要不要再看看酒单？你就把那个意大利的啦，还有法国那几只拿来我看看啊。好。嗯。你又来了。哎，我来转转，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合适？业主。应该是，不过不常见他来。对嘛，是这只嘛。不好意思，我。你好，我想这款浓郁的更合适，像你这么漂亮成熟的女士，刚刚选的就有一点太清淡，太小女孩。
让我大胆猜一下，热情奔放才是你的风格吗？你是健身教练？是啊。蛮适合我的需求的。我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免费的体验活动？就你想怎么体验就怎么体验，我还可以给你做私教。哎，楚天琪吗？这么巧。哎，小姐，你应该不是本小区的业主吧？哦，我看起来不像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正在管制当中，不是本小区的业主不能随便进入。哦，我找朋友的，我朋友住在那栋32楼。32？嗯，我们这边只有30层。是吗？看起来挺高的。可能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被保安发现，但是我们才隔一条街，超市感觉都比较明亮。啊，有钱人真好，我也是有钱人。一共是1637.39元，请问现金还是刷卡？1600。哇，一瓶酒要700多块啊！130几，这牙膏要98块。哇，你们什么超市啊？这么贵？这些先退掉吧。哎，这个也不要。985.5元，您还要外减吗？刷卡行吧。嗯。小姐，如果你觉得我们这里东西太贵的话，你可以不买，留在这里没关系。后面还有很多顾客在排队。我没有不买啊，不是给你卡了吗？拿错了，我的卡呢？今天好像带错皮包了，奇怪。来，刷这张卡吧。亲爱的，嗯，超市买东西这种事叫阿姨做就好了。你每天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，你不知道这种柴米油盐的价格。也是啊，先生，您的卡。好。这样，钱我再给你。没事。不过你没带钱来超市干嘛？能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，估计只有你那个前任男友吧。哇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穿成这样跑到这里来。但我自从知道他搬到我们家附近以后，就觉得心情好复杂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如果你还喜欢他，就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啊。喜欢他，我自己都不确定我自己想干嘛。我们之间差这么多。一啊，今晚真的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真的不能陪我去吗？可今天晚上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这是我升创意主管后第一次主持研发产品的展示会，很难跟公司讲。好。
好了，那我跟公司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陪你去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一个人。喂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今天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所以那个话我可能没办法主持，不好意思。可是，老板来不及了，老板就可以挂了电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的识别证呢？你刚刚不是有看我从里面出来吗？不好意思，里面在采访，暂时不能进去。我跟楚欣一起来的。所以我不好意思。哎，给天意打电话。但那会不会打断他访问很不礼貌？还是在这里等吧。楚先生，刚荣获最杰出青年奖，请问您有什么要感谢的人吗？我最想感谢的人当然是一直倚重我、信任我，可以引领集团走向成功的董事长。你知道吗？他就是那种在台上领奖的人，我是连他们家小区苹果都买不起的人。我再怎么努力，都不可能够得上他。所以这是你的真心吗？真的可以放开他？但我就是很不甘心啊！我这么重视他，我什么事情都把他摆在第一的位置，可是我在他心目中永远都是最轻描淡写的那一笔。我好想让他意识到，说我在他生命中有多重要，让他的朋友、家人、他的工作，所有一切跟我有冲突的时候，他要把我摆在第一优先的位置考量。可是。我跟你讲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懂。他现在突然回来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整天叹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既然你就认定他是你的幸福，我还是得帮你啊，傻瓜。要让楚天气再次追求蒋依依，首先得让他重新认识到蒋依依的魅力，创造两个人相处的机会。你好，我是送便当的。从你最喜欢的餐厅订了卤肉饭，今天的会说它有当年在夜市老字号的味道。好好吃饭，注意身体，依依。哎，副总，我这里有个问题想跟你讨论一下。哦，那这个男人心里真的只有工作啊。不行，得上绝招了，最后一招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
这是蒋一本周的情歌精选集，祝亲爱的楚先生工作开心。When I look up in the sky, I see tiny little stars dancing and shining.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, I see tiny little diamonds glowing and sparkling in the mirror. 哎，这张 CD 从哪儿来的？一直放车里的。Like the rhythm of our heart, I can feel the dancing stars.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, I see tiny little diamonds glowing and shining in the world.去吧，去给蒋依依幸福吧。妈呀，哎，我买臭豆腐，你要不要吃啊？还是热的。你这又是臭豆腐又是榴莲呢？你要不要吃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吃白不吃。哎，你怎么在家？没人约你吗？嗯，没有吗？喂，喂，依依。嗯，我在你家附近。什么？我们现在方便见一下吗？现在？我现在不太方便呢。你出席好了吗？我上去找你。上来？不要了，我下去吧，我下去吧。啊，不。快一点！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好了，哎，我来怎么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。我在车上无意间听到了这张 CD， 忍不住就想起你了。还有这几天收到你做的便当，很好吃，谢谢。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给。是吗？你很会挑地方，这里环境不错，闹中取静。我想让秘书安排我住这里，以后可以方便常见面。你怎么突然就来都没有跟我讲，我也好可以准备一下。不请我上街坐坐吗？上楼？你不是自己住吗？我回来了。嗨。哎。哇。咕噜。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来来来，嗯。我们来阳台。来来来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样我就暴露了。来来来，咕噜，我们去房间好了。稍等一下。来来来来来。是不是锅烧糊了？我还是把窗户打开吧。还好了，味道都已经散掉了。
自己穿干嘛？我不紧张啊，干嘛紧张？是吗？可是我看你好紧张的样子。我只是想上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。不过如果平时真这样，我还真蛮担心的。喂，哎，小陈啊，哎，我之前没有找过你啊，是你打过来的。没什么 ，OK。正好我跟你说一下，那个推广方案，我今天晚上肯定会给你发过来。楚天齐，就是要干什么？明明身边不缺女人，偏偏要来招惹我。那太好了，好的。你要忙你先忙吧。我明天也要早上也要工作，我们下次再约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周日有一个活动，我还没有找女伴一起，你有没有空陪我一起？可是我这个周末已经有约了。这个是邀请函，如果你改变主意，随时联系我，好吗？好。OK， 回见。对呀，但这就是他主动。他又像以前那样觉得我会随叫随到，我这次就强忍着我内心复杂的心情，残忍的拒绝他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表现很好吧？这样才伤坏啊，给他的难度才对啊。嗯，我的基地怎么少片了？反正你要记住哦，前男友他们要是回头，你得小心一下。我觉得你还是晾他一两天，测试他的真心，这样才对。谈恋爱哪能像你那么累？小西，你还真有一手哎！哇，你能不能尝尝？这好好吃啊！尝一口。这你们卖28块，你们还加上牛排，这成本都35块了。妈妈，你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最贵的，不，最高贵的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的健康套餐一定要做到最好，包含牛肉。木野不是要带依依来吃吗？嗨。啊。就找我来试试这个，这么健康的东西也不太适合我吧？好甜哦，水分好多。没想到蔬菜酱直接吃还挺有味道的。我表舅做生鲜生意，保证最低价，而且还新鲜供应哦。这些蔬菜都是牧野亲自挑的，都是有机的。叫你来试吃，不是叫你这么认真的吃。我说是你就是很认真的。好，那你那么认真，过两天冷餐会的时候，健身房还要营业，你过来帮忙。帮我就帮忙，反正我也没事。你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好像笑得更多了。还好吧。或许真的等到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东西吧。曲姐，你在看什么？这个人是你吗？等我一下。这个是你吗？还是头像被盗用了？
啊，这个啊，是他们之前找我去帮忙。我和学长一直想去徒步，然后爸爸就跟旅游局那边打了招呼，正好他们需要一个中国的女孩作为友好的形象大使。哦，想不到你这么瘦瘦弱弱的，还可以当旅游局的大使。你别看我这个样子，其实我很喜欢运动的，像瑜伽、游泳还有爬山，这些我都经常做，偶尔放假的时候也会去北海道滑雪或者是北美登山。这样在我面前炫耀是吧？本来想凑出你的锐气，可惜我最多也只有爬过香山，实在无力反驳。姐啊，老班长啊、哦、哎学姐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下一次旅游局那边有活动，我们一块去。好啊好啊好啊。那个安吉讲很有钱，他爸是富二代来着，搞不好他爸也正投资旅游局。那这样，哎呀，哎呦，小丁丁丁啊，谢谢你。哎，把我们的外卖信息放你们群里呗，折扣一定有的。哦，今天吃饭不行，改天吧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小丁这样的姑娘就是好，不会跟你吃两顿饭就你要抱抱，而且还会帮你的事业。我准备一直留她为备胎啊。那谁是备胎一号？啥啥呀，就是登山学会那个负责人，虽然他脸有点假，不过胸应该是真的。他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对呀，所以才是备胎嘛。你不是现在连正牌女友都没有？想有也得看人家答不答应。对了，依依几点到？他说他有点事晚点过来。你来了。嗯。嗯。对了，你认识他？安吉呀，我那个同事。难怪那么眼熟，原来就是上次约你去攀岩的那个女生啊。嗯，果然有后台就是不一样。那她还挺厉害的呀，能当上这个活动的代言人。这活动很厉害吗？当然了。旅游局协办的一个民间登山组织年会，来这里参加的全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超级玩家。你看戴鸭舌帽的那个男生，曾经三次登上珠穆朗玛峰。再看他旁边穿粉红色裙子的那个女生，那个，对，她是中国登上珠峰最年轻的一个。他们都是组织方请过来分享经验的。还真看不出来，这些人怎么动不动登珠峰什么的。你是开玩笑的吧？干嘛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每天出门都要化半个小时妆，不就是为了遇见他吗？自然一点，站起来。头发好乱啊，口红也乱。他是不是叫我名字？一，他过来，来了。他是不是走过来了？我走哪里好？一，他没看到我吧？他来了。嗨，嗨，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周末有个活动邀请，本来以为你没有时间，没想到这么巧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方牧野。我是蒋毅的师。私教，健身，教我健身的。私教。我是楚天奇，你好。
依依平时有点慵懒，所以呢，恐怕得让你多费点心了。我很乐意督促她。我知道了。看来你跟依依的关系还不错，她邀请你一起来的。啊，我们公司提供了冷餐。哦，原来你们还有这项服务，那今天有劳了。我去帮思卓他们，你们慢慢聊。你们公司怎么会办这个活动啊？啊，你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，我想去苍山洱海徒步的计划吗？哦，苍山洱海，风花雪月。我还记得你最爱的那句诗，应该是“苍山不没千秋画，洱海无闲万古情”。所以我把个人意愿强加给了公司，可以说是小小的假公济私了一下。毕竟平时没有时间嘛，希望借组织公司活动运作。想跟我一起去吗？你找我去 ？Yes， 这个是我们当年共同的约定，你忘了？可以说这个计划我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了。看来他离幸福又近了一步。你想扔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到了活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的号码。我没有，我迟到了，我从后门溜进来的。我们今天特别从我们的最大奖开始颁奖。用完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号。我们的副总裁楚天琪先生，不准上台了。欢迎，等一下，祝你好运。耶！掌声鼓励鼓励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谢谢。今天的特等奖是雪山七日徒步之旅，期待着，希望体验世界上最美风景、挑战不可能任务的 hiker， 这是你们绝对无法拒绝的最佳奖品。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？耶，精彩了！一三一四，一三一四的朋友请上台。一三一四，一张林，一你赢了。不抽上两年就比都没有中过，今天是什么？这就是命中注定。一条幸运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次的行程呢是由我们公司全额资助的。我们欢迎所有夫妻档、情侣档结伴同行。那就让我和今天的获奖者蒋一小姐做先遣部队，抛砖引玉。啊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拍照的来一下，我们请记者到前面来补一下画面，好不好？恭喜恭喜！太棒了！谢谢。这次既然不用我帮忙，也能这么顺利。他们俩看上去的确很般配。蒋依依虽然嘴上不承认，可看得出来，她是真的感到很开心的。冷餐会这次依依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，所以打算以后健身房免费吗？免费的话，苗苗肯定会把我皮给扒了的。不过私教的课程免费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毕竟咱们方总在家里把私教活给办了，是不是？那蒋依依今天得到的便宜不是太多了？平常占你一点便宜这么小气干嘛？而且再说了，今天那张机票我也不一定用得到，到时候你们谁要就拿去。啊，我要我要我要，我问我朋友吧。你还有朋友？我当然有朋友啊。女生朋友吗？男生。我就不能有男生的朋友吗？还有女生？喂，有朋友？我网络交的朋友啊。网络上哎，有女生吗？嗯，是我是。好。这是女战女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
正经的。怎么了？天启他进医院了。他小区的紧急联络人还是我名字，你拿下。行了，好在这一次楚先生病得不严重，不过你还是要认真去查一下这一次的食品供应商是谁，我担心其他的客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彻查此事。那我先离开了。学长，我们坐起来喝点粥吧。来，我扶你，小心。我们先喝点粥，缓一缓身体，看看你多不好好照顾自己。烫不烫？可以帮我看一下摩羯座今天运势好不好？你摩羯座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帮我朋友问的。这个蝴蝶在当地好像他们流传说，只要看到它出现，就代表着幸福、爱情的降临，所以我就把它纹在身上了。我希望它可以给我带来好运。我更希望我爱的那个人有一天可以看到这个小蜜。我和学长一直想要去徒步，然后爸爸就跟旅游局那边打了招呼，正好他们需要一个中国的女孩作为友好的形象大使。吃完药我再回去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生病都是你哄我吃药的。那时候你还说，如果有一天天启哥哥生病了，你也要我这样照顾。你还记得？其实这些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生病，虽然你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需要。真的希望我可以一直这样照顾。真的愿意，我会相信你飞到天堂去，你会很靠近星星，然后摸得到云，能不能留下彼此美好的回忆？假如生活没有。别再跟过了。会不会有人代替这样的故事是另一个结局？这个没有你的另一个命运。
喂，如果你想哭想喊想喝酒想唱歌，你就尽情的发泄出来，大不了我陪你。我什么都不想。不是吧，你以前受点刺激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的，这次怎么这么平静？你还是释放出来比较好，千万别憋坏了。你要不要看电影？失恋看喜剧比较好。谁说我失恋了？我跟他只是前任朋友的关系，或许连朋友都算不上，没什么资格失恋。我发现当人很喜欢一样东西，其实不能靠得太近，会因为了解变得很痛苦。就像刚刚那个展，我从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很想看，可是我没有机会去香港，现在票这么容易就可以买到，反而就没有那个心情了。害怕一旦靠近又发现那个展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好。他现在心情这么糟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怎么又出现了？小伙子，你的好事卡余额不足啊，加把劲儿，否则你这三个月的成绩就会归零喽。不会吧，归零？你擦干净的，提醒你好几次了。是你忙的时候洗完才洗完澡地板吧？可是每个人洗完澡都会把地擦干净的。好，我坐楼梯上监督你啊，不许偷懒。
in the mirror of your sight. I can see the changing world. In the world and in heaven, among the stars, our love is forever.